国际狮子会台湾总会迎接第61届总监议会议长，由拥有世界十大杰出女企业家之称汉昌机构董事长陈丽凤荣任。内政部长徐国勇到场祝贺，并肯定师友们的无私贡献。我在这里要代表内政部以及警政署跟消防署得到的我们很多师友的捐献，包括我们很多消防车、救护车等等，我在这里要致上最大的感谢。投身公益行列，新任议长陈丽凤从参与福和会开始，期间深受师友们服务精神感召，一路担任职务皆有杰出表现，可说是资历丰富。一路我因为加入狮子会，从福和会受永和会的熏陶，在永和会所有的前辈们的领导，我看到他们奉献服务，为家庭、为社会、为事业而打拼。当年的送报女孩创业成功，加入狮子会，再投入公益信用卡，号召50000师友刷卡，将银行回馈金回流到校园做爱心，前进校园服务学子，展开新年度目标。未来用送跟喜的活动来成长会员，来招募会员，来让分会强壮，好不好？所以有福服务，第一步前进校园来照顾、帮助、提携我们的后进，提携我们的第二代。狮子会将以真善美点亮台湾为主题，福禄寿喜传示爱为口号，除了推动开卡做公益，也会努力茁壮各分会，引领全体师友，让台湾社会更美好，世界看见台湾。记者梁静伦、李轩综合报道。